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在两首之后要来换乐器哈。那换乐器之前呢，也有准备今天要演唱啊，今天要演唱的歌。那接下来呢，哦，我们有几首点歌哈，可以的话我就演奏哈。等一下还有出卖，我们先来点这首出卖，好像也是那英的，对不对？哈，也是那英的，不然这两首摆在一起好了哈。先来第二首哈，也是那英的，叫做出卖，来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谢谢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做
接下来的演唱，因为等一下换个乐器，那换乐器之前呢，来为大家演。